那我们先去点餐吧。哇，看起来真不错呢。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会来吃这家蜜汁控肉饭呢？你们应该知道，我吃食物还蛮喜欢加一点甜的东西。然后当我看到他们是蜜汁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我们先喝看它的土托鱼羹如何吧。哦，我觉得这也不错吃哎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它的土托鱼如何呢？它这个土托鱼跟市面上买得到的冷冻土托鱼是一模一样的味道，不过 OK 啦，我们来吃吃看它的面吧。它的这个黄面我喜欢呢，因为通常我们吃外面面店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先把黄面煮过一遍，可是他们的这个黄面吃起来蛮有口感的，就是没有被煮太烂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们来吃一下他们的蜜汁控肉如何呢？哦，它的这个控肉表皮好像有一层焦糖的感觉。哦，它的这个控肉带有微酸，然后又有微甜的感觉，好特别哦。那我们来加一点胡椒粉吧。哇，吃这种羹面就是要加白胡椒哦。这感觉真棒啊。还蛮喜欢这种甜甜的控肉，它不只是有一种焦糖的香味，然后也有它猪肉本身的香气啊，我觉得很可以。那我们吃饱了喝足了，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咯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彰化的东城钓虾场。东城钓虾场它是彰化的24小时钓虾场。然后现在彰化温度是20度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了？我觉得这个温度感觉还不错啦，比昨晚温暖多了。但是我刚刚去出海口那边的温度，让我觉得还是来钓虾好了。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去体验一下东城钓虾场的感觉是什么样吧。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开单做钓咯， GO！
我已经准备好吊组了哈，然后饵料今天也是使用豆饵三代。那我们饵料准备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就来量水深，然后开单做钓喽。你好，我想开两个小时公虾。好。我已经开好公虾两个小时喽，它这边两个小时跟台中的收费一样，500元。那我们就来做钓吧。哦，号来了。我们直接开箱看看好了。哎呦，有，呜，很会跳，很有力耶！哦，哇，哇，哎，第一只虾的体型很 OK， 哇，而且这只是正吃的耶。哦，号来了，很沉呢。我们等他走到我面前再开枪就好了。哎，来了，有，哦，哇，好大只哦，哦，好沉哦。哦哦，有点重呢。哦。哦，孩子，该回来了。哇，好大只哦！这个是龙虾是不是啊？怎么那么大只？给各位看一下，能在这边遇到这么大的虾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哦，有号喽！哦，是走号哎，走超快的。有，哦，好像打龙虾哦。哎、欸，结果这只是正吃的，那还那么用力打它干嘛？哦，我们丢边角这边好像有号喽。有，有，哇，好会冲哦，唔贪哦，我给你起来呢，呜，哦，这只大呢，我觉得可以呢。虽然说我们等到这只虾已经等了半个小时，哎、欸，这种大公尺非常的难等讯号。嗯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那我们去销单算下量喽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我们今天钓两个小时500元，有几只公虾吧？嗯嗯，哎、欸，不得不说、欸，哎，他今天公虾普遍体型都还不错、欸，哎，呜。好难得才可以遇到体型这么好的公虾，那我们来结算一下今天钓到几只虾吧。
一、二。七，我们今天钓两个小时，有七只公虾。那我们用台金版的手秤来称一下有多重吧。手秤已经归零了哦。哎呦，一斤一两哎。怎么感觉这个成绩跟我们昨天去上海城的成绩几乎一模一样啊？因为昨天我们钓两个小时500元，也是一斤零二两，都是一斤而已。但是说两边的虾量好像一模一样哎。OK 啦，那等一下我们把虾子料理料理，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本来刚钓完虾，我们要一起去体验一下彰化的美食，然后再回家。可是谁知道，我这一路程的时候，突然我的租车店他打电话跟我说，他们今天营业到7:30就要休息了。所以当下我真的很赶很赶的，赶快把车子还回去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吃的状态下，就要来搭车了，哎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